好香啊。是什么这么像？爆香。这个榛子好像有什么这么香的味道？这么香。马香。那个跑来跑去的有咬的那个吗？小朋友，你听到有大象的声音吗？你们这里真的有猫像吗？有啊。在哪里？我爷爷说我们的猫像有1000多年了。我爷爷还说只有我长大了才能知道猫像的真正味道，猫像的真正味道。今晚，你知道猫像在那里吗？在水里，在地里，在空气里，在心里。你的意思是，到无处不在？茅台镇的每一个人都是猫像的一部分，有我们，就有了猫像，有了猫像。还有我的味，就是这个味道。茅香就是茅台的香气，就是茅台的味道。